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洪总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狙击手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可能要抽很多的枪。我今天回归啊，算是一个回归，因为我的库存啊真的很多枪要抽的枪呢，就是我的一些库存，包含这个 MP7 嘛，对不对？这两把 MP7， 因为我不知道这把是怎么来的，所以我要把这两把给抽出去。然后还有之前被观众骗去买的 P250 富兰克林，我不想再有任何一把。然后两把我根本不会用到的装枪，所以是1、2、3、4、5，那我们留一把抽给会员哦。这把的话，我们抽给会员，然后再加上两把的 Farmers， 我也要抽给你们。今天就是要抽这几把枪，所以可以把直播看到最后。有可能大家都跑了，只剩你能拿枪，也说不定。没有一段时间没有上来这个平台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箱子可以让我们抽一下。多了两只兔子在这边，它好像又更新了西方国家复活节的箱子，我虽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哦，这个倒是不错，我们来抽个十抽看看，看能不能中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的炒 OK， 因为它在打瓦罗兰。这几把枪都还不错看，而且跟原本的箱子不会差很多钱，我觉得不错，我可以把它留起来。我现在的反应就是，为什么他还不给我中一把刀子？这样我会稍微 happy 一点。你是在唱米津玄师的那个吗？对，都你啦，我都没抽到什么好东西。我正在努力的想办法中一些好东西。还有台湾没有过，真的是没救了。这个箱子，我觉得骗人了，我刀子就没复活回来。Meanwhile， 感谢林俊杰，林俊杰有看我直播哎，哎，林俊杰，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家产分我一点，或是音乐版权费分我一些，我会很开心的。我们来抽这个看起来像是用 GPT 生成的小鹿，我们先不要看它里面有什么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抽就对了，搞不好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哦 ，banana， 可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武器，我不想要的武器，然后它就出现越来越多次。我认为我今天的运气非常的差，怎样才可以有个高的互动率呢？简单来讲就是先来抽奖，第一把我们就先抽钱好了。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钱，祝各位发财。我们先抽一把 P250， 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抽，所以现在立马去留言就对了。等一下还会有会员抽奖的时候，你看林俊杰都加我的会员了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加的对吧？需要除了林俊杰，好，开抽，开抽，开抽。抽一位哦，又是我们的会员哎、欸，加入会员我加成是不是？那怎么每次想要抽什么东西，总是会员先抽到是怎样？好，既然新的箱子不给我面子，我就抽更新的箱子。哎、欸，我好久没抽我的箱子，我等一下来抽一下。哇操，32枚的运气来了。哎，再来再来，这个箱子多一点。好，运气没了，我们就不要抽了，回去抽我的箱子。我们看一下韩国的我在哪里，在这啊 ，Korea Yellow Dog， 现在抽个5箱。Why？ 为什么？我觉得我至少要中到这个好东西啊，还可以，但是这两把枪完全不行。再来一次，哇、哦，好靠哟，这个是 Battle Scar 的 Walk，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是 Battle Scar 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还有 Will Won 呢。今天影片就抽这个好了，只要在影片底下留言破万抽 AK， 我们就马上抽这把。这把 Walk 没有抽过啊，我们就抽 Walk 给大家。那我们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没有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信任我的箱子。1、2、3、4、5，每一把都破成本的箱子，还中两个鬼退资，这是什么几率啊？鬼退资还是那把瓦肯？我觉得鬼退资也不错。我来建立一个投票，等我。之后我们的抽奖还是会继续抽啊，只是最近比较忙，有点停滞了一段时间。现在我回归了 ，I'm come back。那我们就抽鬼退资吧，看来大家喜欢鬼退资。剪辑师帮我在后面把瓦肯换成鬼退资。好，那我们来准备抽了。Sakura Bean 中奖，恭喜！你是刚刚前面来看直播留言跟我说嗨的那个。好，我们抽。抽完了，已经抽了两把枪，有没有人要 battle 的？如果没有要 battle 的话，我就继续抽我的。我们就把这个升级到1000块的好了，就是这样子，1000块。它没有显示出来，我就马上抽，代表我一定会中。哇，我的正中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都中的话，真的很悬哦，这真的很悬哦，树林迷宫。No， 我不死心，我再抽一次，这样的话也可以翻倍。
哇，林俊杰抖那15块给我 ，What the fuck？ 谢谢亚洲歌王林俊杰的抖内。如果他其实真的是林俊杰，只是他假装他不是真的林俊杰，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林俊杰，我爱你。林俊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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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干，我这次直接抽两把枪好了，那我们就一次再抽两把好了，来吧，我们来抽吧。好男人生，恭喜中奖。下一个是抽 MP7 啦，对不对？3、2、1，抽，恭喜中奖，恭喜是萌新啦中奖。加码抽一把 Farmers， 抽两把好了，我不想要再留一些奇怪的枪了，全部都抽一抽。在那之前呢，今天要把所有的模式都玩过一遍，就是它了，随便一按，全部都中，你信不信？哦，我甚至不知道我中了什么。他什么都没告诉我，就告诉我输了。你看，他现在才出现。哦，我输了，干你娘了！等一下，我的网速有这么糟糕吗？还是我们应该告诉官方说，我们可以出现的东西都不要显示出来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再告诉你输赢？这个是不错的提议。我们称之为这个抽箱子的方式叫做隐形模式。好，不然这样吧，我自己开一个宝箱战斗，看有没有要进来。又是刚刚那个赢我的人。这真的是隐形模式，我就不信我会输。What？ 三小，这把有那么贵？不玩了，份额离席。我们来抽 NPC 了，会员们。嘿 ，Mila Mokoi， 恭喜中奖，连续按两次哦，连续按两次。来哦，第一个 NSI777， 好了，不要再留言了，赶快私信我的 Discord。来第二个哦，游戏胖胖，恭喜中奖。最后的话，如果你在这部影片当中留言破万抽鬼退治，影片破万的话，我们就真的就送一把鬼退治 AWP， 很帅，很有日式风格，很适合各位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谢谢你看影片到这边，现在你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枪刀子，只要3个步骤：1订阅我的频道加上小铃铛；2关注我的 Instagram； 3再用 Steam 账号或者是小账注册 GGDrop， 并截图传在 Discord 频道。第三步是为了防止诈骗和把造型给真正想要的人，我们会严格审查并增加中奖几率。最后在留言区打上以下代码，我就会在7天后抽奖哦。